而花莲在地企业统管超商近几年投注资金打造全新二代店，提供舒适完善的购物环境给花东地区的消费者。而这个星期六瑞穗店装潢后要重新开幕，还寄出了四大好康要送给民众。花莲在地企业统管超商近几年来投注资金打造全新二代店，提供舒适完善的购物环境给花东地区的消费者。我们已经有26家的直营门市，市区有23家，然后台东有3家店，二代店的比例占1/3。我们公司希望就是设备的升级，冷冻冷藏的确保食物的安全，然后新鲜，还有给消费者更明亮宽敞的舒适购物环境。这个星期六瑞穗店装潢之后要重新开幕，还寄出了四大好康要送给民众。统观瑞穗店将在5月18号隆重庆开幕，开幕首个日限时限量买一送一商品。开幕的活动有超低价排队礼，现场有号码牌的消费者才有的超低价哦。还有开幕期间到我们的开幕打卡墙拍照打卡上传，就可以得到我们超大容量的统观购物袋一个。最后物超所值的满额赠，扣除买一送一的消费金额，单笔买499有好礼3选1，单笔买999有好礼2选1，超值优惠，快来抢购吧！5月18号早上8点，民众就可以参加领排队礼，数量有限，花莲南区的乡亲不妨前往抢便宜。谢吕慧欢迎市报道。